好，好，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，怎么了？啊，好了，我们是老罗 James。说刚才戏剧那个吗？ Okay. 不是啊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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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原来如此。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乐手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左边左手边这个拿麦克风这个是我们机械二的王启华。大家好。然后我们最左边呢、啊，那个帅帅的吉他手是我们的机械二张嘉伟。嘉伟。好呢，我是机械二王运杰。好。好，我去后面拿一下我的吉他。张伟玩吉他没有声音啊。好，再来带给大家这首歌，会比较安静。要献给大家这首歌，不好意思，就是赵林，我的吉他，小声一点。OK， 没事。好，这首歌叫《平凡之路》，是献给每个正在追求梦想的。其实有时候追求梦想这条道路是有时候很孤单。有时候是很寂寞的，有时候你走在路上是非常害怕的，但是这首歌要献给大家，告诉大家，只要能够持之以恒，就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。所以献给大家。Oh,
在这平凡之路上孤单的走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远超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我曾经毁了我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想一想